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请王牌先生把双方要抢的第一个词拿到台上来。哦 ，ST， 石头。啊，沈腾，沈腾。哦，那就不能说了是吗？啊，不能说了，来吧，挨个来呗。上天，哎呦！沈腾，我刚要说，是他，是他，是他，女字旁的他，漂亮，是他，宝子链那个他，是他，是动物的他，重复，重复了，没有，他是动物的他，动物的他，就是动物的他呀，重复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动物的他。还一个牛字旁的他，这是牛字旁的，牛字旁的他啊，还有个牛字旁他啊，哦，舌头，舌头，哎呦，舌头，来，十天，十天，哦，十天，对的，对吧？啊，十天，十天，四天，好，他们组都是捡漏的是吗？我干嘛走出来呀？有什么呀？三天，三天，三天，气死我了！我就要进三天。蒜头，啊，蒜头，蒜头，蒜头，哎，哎，那个，快啊，快想，五四，蒜头，二，啊，肾疼。再讲过呀，说过了，漂亮！哎呀妈呀，你们活怎么都肾疼呢？哎，我两个肾，我两个肾怎么的？又疼了一个，继续啊！你们错了，你们错了，继续啊！你们，你上去了，上去了，雅亮回去吧，我有勇气，是踢啊，是二。石梯，那个石头的梯子，石梯呀、啊，好，阶梯的梯，好好好，石梯，放死了，放死了，师太，啊，灭绝师太，师太有两个版本，我也说师太，耶、普通话博大精深啊，对，食堂，食堂，审胎，审胎。审胎，审胎，审胎呀！啊，不是不是，他说的是，他说的是审，他说的是省台，省电视台，对，台，省台。哦，啊，那是台。啊！讨厌，自胎。谁生的？三胎，三胎。他说了，说了三胎。哦，连十胎都说了。两胎啊。那到我们了吧？到你们了。视听，哦，视听盛宴的视听。审胎。什么是审胎？什么鬼？什么鬼？哦，我知道，他那是沈腾的太太。我都不能有个媳妇儿是吗？这也滋我。时间到，沈腾队错了两次。下一题，我们再请王牌先生拿一题上来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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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这个难。哇。SSS。手术室。手术室。手术台，手术台。哎不。SSS 哪来的手术台 ？SSS 啊。你先躲开啊，那里也会喷的。女人会躲开，喷到你。喷。啊，凉！哎呀，这么凉呢。那个瘦身霜。瘦身霜。可以可以。OK。这个厉害，这个厉害。44。哟。
33，谁是谁？哎呀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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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34，40岁，哎，都是小学文化水平，30岁，30岁。谁？啊？谁呀？谁呀？他说的是谁？我真的给你们一个留言，给你一个建议，拉着点好吗？谁？我翻译了，谁？拉着点。我不是鸭吗？是。你俩打电话呢是吗？谁？是。对。傻。啊！爽，漂亮。爽，爽，啥是啥？哎，啥是啥呀？你得给我解释什么叫啥是啥。你跟我说，你说啥呢？我说啥是啥呀？你说你应该是啥呀？不，我反正我是懂的。兄弟，你都懂了，井柏然都懂了，你还干嘛呀？年纪问题。我这羡慕有这么多理解力那么强的队友。对呀、啊，南方人都听得懂，真的，我们南方人都听得懂的。听懂了吗？听得懂。啥是啥，对吧？啥是啥呢？对呀、啊。你是哪个队的？还举上手了，孩子？啥是啥？对呀、啊。为什么你们就懂他不懂我呢？OK， 听住哈，很难听的，侠是爽啊，啥？不是，是对的，傻是啥？对，我叫你听清楚嘛。柳岩，拉着点。这个我翻译不了，菜菜说的是傻是谁？傻是神，肾损伤。哦，我的天哪，腾哥跟肾过不去啊！充分暴露了自己的一些缺点。这轮呢，小警队错了一次，最终的获胜方是天师队。漂亮。我们得集体感谢蔡老师，感谢，什么意思啊？谢谢，我那么努力。其实我给你们总结了一下，就是你们就是。